这一尊塑像介绍的是颜回，字子渊，又称颜渊，鲁国人，小孔子30岁，与父亲颜路同为孔子弟子，在孔门中德行第一，人称父圣，是孔庙大成殿侍佩之首，也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。孔子学生中有贵族如南宫晋叔，有富可敌国如子贡，有做大官如冉求，而颜回是个甘于淡泊、乐于求学的平民学者。塑像中的他头发往上梳，束发插以发髻，身着布衣，较为清瘦，表征他生活贫困，吃粗食，住陋巷，一般人是不堪困苦，他却能乐在其中。安贫乐道是他成就的气象。孔子在《雍也篇》也赞叹他是位贤者。人中稍短，表征他寿命短，只有41岁。他过世的消息让老师痛哭地说：“天上雨，天上雨。”祭吊时，老师又痛哭欲语长情，可见他在老师心目中的分量是无人能比。塑像中的他看似愚者，实是大智，因为他知道学习圣道的方向就是要升起人心，并且得到孔子3月不为人的赞叹。他的智慧屡屡达到空灵，他的学习是莫自知，他的能力培养于无形，外向却让人看不出。韩诗外传赞叹他有语计之才，然而他懂得在时机上进退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他对圣道的体悟，连最有才华的子贡都自叹不如。孔子也说自己与子贡都不如他。颜渊是所有学生中得到老师最高的肯定。塑像中的他，头位偏左，稍低俯，双目向下凝视，双手抱于胸前，一者显示他谦虚好学，善于听法，终日向老师学习，没有疑问，像是个愚者。可是老师观察他与其他的师兄弟交谈时，他又能发挥老师的未尽之意，能令其他的同学有所启发，这哪里是愚者呢？二者显示他虽然是饱学之士，却善于请问。曾子赞叹他是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只要自己不知道的，他都乐于向人请教，不管对方的德学如何。三者显示他对善法的全权福音不会弃舍，他对老师相知最深，师生情同父子，患难与共。他曾经跟随着老师周游列国，在魏国匡地遭遇危难之时，师生被冲散，老师找学生的心非常急切，当找到时，老师激动又兴奋地说：“我以为你死了。”他相信自己具有传承的使命，也幽默地回答说：“老师在，回何敢死。”师徒相知之深由此可见。他赞叹老师养自米高，专自米坚，体会老师的道无所不在，接受老师博我语文，约我以礼，循序渐进的引导。他的好学、向道、谦怀等等特质，是我们后代学习真正的榜样。